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今天我要来带大家做一套腿部伸展的运动。其实呢，我以前还没有接触瑜伽之前，我的筋是超级硬的人。然后像我以前就在学校啊，做坐姿体前弯或是站姿体前弯，我的手其实基本上只能够勉勉强强的到我的小腿中间吧，就大概像这个样子跟这个样子，所以真的筋是非常硬的状态。那时候也没有概念，就是说要拉筋的概念，想说还年轻嘛，所以为什么需要拉筋呢？所以也都没有去想。出了社会之后开始有运动的习惯，那我运动习惯主要是跑步为主，但是跑步完之后呢，我也没有在做就是很深层的腿部拉筋，只是可能就是伸伸懒腰啊，就是稍微动一下全身性的拉筋，但是没有针对腿部来做拉筋。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小腿这一边的肌肉会变得越来越发达，还有大腿这一边的肌肉也变得越来越发达。再来呢，随着25岁之后，女生的新陈代谢越来越差的时候，我发现我好朋友快来之前，那以前几天都会特别的容易有水肿的问题，而且是非常的不舒服的水肿，是肿到让你觉得你的整个脚都是很像气球充饱气那种非常不舒服的肿胀感。自从我接触了瑜伽之后，我发现我的小腿肚啊，还有我的大腿的线条变成是变得比较匀称，视觉上会变得比较直，而且比较顺，比较不像之前的腿是比较有一些线条的感觉。然后呢，自然而然的我现在已经没有水肿的问题了。可能有时候有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睡得比较少，可能还是会有晚上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水肿问题，但是呢没有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严重的水肿，已经大大的消除很多。所以呢，在这边我真的十分的推荐大家一定要就是多多拉伸腿部的肌肉，然后多多拉筋，感觉你的身体会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好，然后拉筋之后呢，你的脚也会比较轻盈，让你就是整体的状态会变得比较好。所以呢，我准备了这一套主要以腿部为主的瑜伽运动来跟大家一起做，那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Go！ 首先呢，我们先把腿打开，大约一条腿的距离，然后在这边我们把我们的手往下放，往前，然后呢，尽量把我们的小手臂放到地上，在这边做停留，看看我们的头有没有办法往下去碰到地上，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身体起来，左脚弯曲，右脚打直，右脚脚球往后勾。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换左脚打直，换右脚弯曲，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这次把屁股往后坐。坐下来，然后我们的脚，右脚要平放在地面上，我们身体往前吸气，然后吐气，往前往下，看看如果说我们手没办法抓住脚，就到你可以的距离就好了，尽量把你的身体肚子感觉要去靠近我们的大腿，然后把身体给往下，慢慢的慢慢的随着我们每一次的吐气，把身体持续的往下压，然后左脚脚球持续往后勾，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来我们把身体给带起来，然后换成另外一只脚打直，换成左脚往内弯曲，然后这一次我们再一次的吸气上来，吐气，把身体往前往下带，一、二，脚球往后勾哦，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再来，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
右再一次把我们的左脚放到我们的大腿上方，像这样子，然后尽量可以用手把我们的脚压一压，往下压，往下压，然后再一次吸气往上，吐气，再次的把身体往前折，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起来之后换成我们的右脚，弯曲放在我们的左大腿上方，再次吸气往上，吐气往前往下，前脚打直，脚球往后勾，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然后再一次的，我们把两只脚都打直，在这边我们两条腿的脚球都一起往后勾，那这边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臀部的位置，可以往后拨一下臀部，然后呢，再一次的吸气往上，吐气，再次的往前，想象你的肚子要去靠近我们大腿，可以抓到脚球的人就抓到，然后把你的身体随着每一次的吐气，把身体慢慢的给往下带，往下带，如果可以的人，手肘可以碰到我们地上，然后额头去碰我们的小腿。那如果不行的人，我们可以持续的在这边停留，然后随着每一次的吐气，把身体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带，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把身体给带起来，再一次把我们的左脚给往旁边打开来，打开到你可以的最大的范围，在这边做一下停留，然后把两个脚球一样再往内勾，然后一样把我们屁股往后拨，像我们要往前转，顺时钟转一圈回来，当我们往前延伸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的你会感觉到我们大腿还有我们的小腿还有脚跟都是有用力的在压在地面上的感觉，当你越往前的时候，你这边的拉筋的程度就可以越大，所以我们就尽量每一次就是可以把它再做的范围再更大一点。好哦，那我们就开始顺时钟往前画圆一下，开始，一、二、三、四、五，好，很好。接下来换成逆时钟，再画圆弧下，开始，一、二、三、四、五，好，再来，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手给往地上放，小手臂放地上。在这边你会感觉到大腿内侧有微微被拉伸的感觉，在这边我们做停留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如果还可以的人，把我们的手给往前，看看额头有没有办法去点地，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回来。再来，我们尽量屁股不要离开地面哦，然后我们要把身体给往右边给延伸，然后把身体往右边往下压，那我们就吸气往上，吐气往下，尽量
屁股不要离地哦，然后让我们的身体给往下压，然后脚球持续往后勾，这边停留，感受一下我们腿后侧拉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换另外一边，换左边，一样，吸气上来，吐气往下，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上来。接下来我们要变成做下犬式，所以我们把脚给回来，然后膝盖点地，四足跪姿之后，我们要变成下犬，把我们的手宽度变成与肩膀同宽，脚的宽度变成与骨盆同宽，脚球踩地，然后脚用力蹬起来，打直，变成下犬。我们手大大的撑住我们地面，然后把我们的头跟身体给远离我们的耳朵，头跟身体往腿的中间靠近，在这边把我们脚持续的往地上扎根的感觉，屁股往天空持续的延伸，肚子微微的往内缩，在这边感受一下我们腿后侧发生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弯曲左脚，然后把右脚给打直，打越直越好哦，尽量把膝盖给打越直越好，当你打越直就会感觉到后侧发生更强烈。好，换右脚弯曲，换左脚打直，来，再来换左脚弯曲，右脚打直，好，再换右脚弯曲，左脚打直，很好。再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小手臂放到地上。放到地上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后脚跟离地了，没关系。当你离地之后，你持续的还是要把你的脚给往地上扎根的感觉，然后屁股持续往天空延伸。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再次的把我们的手给打直，变回下犬式的手，变回下犬式之后，我们把我们的左脚给往后踢，往后踢之后，再把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头给往腿靠近，往我们的右腿靠近，你就可以感觉到右侧腿的拉伸更强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左脚回来，换右脚，再一次把我们的右脚给往天空踢，然后把身体、把头跟身体往左脚靠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右脚回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左脚往后踢，然后再往前踩到我们的两手中间。好，踩稳之后呢，我们把身体给带起来，然后两条腿打直，然后右脚脚趾头是指向我们前方的。然后这一次，我们把我们的左手放到我们的左脚内侧，把我们的右手给往天花板延伸，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一次的，我
我们要换成用右手碰触我们地面，然后这次换左手往上延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两只手一起往地上翻，然后这次后面的脚趾头变成往前踩。不好意思，在这边我要先把我袜子脱掉。前后两条腿都是打直的状态，我们把身体吸气往上，吐气把身体给往下，额头往小腿中间靠近，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前脚脚球往后勾，往后勾之后，再一次的把身体再往下压，停留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然后这次把我们的后脚膝盖给往地上点，然后前脚脚球持续的往后勾，然后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位置，把我们后脚往后移一点，变成我们的屁股大约在我们的膝盖的正上方，然后再次的再把我们的身体给往前盖，来吸气吐气往前持续延伸，持续拉伸我们的前脚后侧，腿后侧的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来，我们要把我们屁股坐回我们的脚后跟，前脚持续的打直，再次的再往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来，我们要换另外一边，所以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前脚往前踩，然后换成右脚往前，然后左脚往后，两条腿大约看起来就像是金字塔的脚一样，然后两条腿一样都是打直的，指头一样的朝前，这边吸气吐气，身体再次往下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把我们的前脚脚球往后勾，再次的吸气吐气往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把我们后脚微微的往后踩，大约一个脚掌的距离之后呢，把后脚膝盖弯曲踩地，所以我们的屁股大约是跟我们的膝盖是在一直线上，前脚的脚球持续往后勾，再次的吸气吐气，身体往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屁股往后坐，坐到脚跟，吸气，再次往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直，很好。把我们的脚给缩回来，再次变回四足跪姿。变回四足跪姿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脚球往后踩，变成下犬之后，把右脚给往前，膝盖碰我们的右手肘，碰到之后把脚趾头给往前弯曲，弯曲之后整个放到地面上，再把我们的后脚也整个放到地面上，就变成鸽式的腿，把身体给带上来，然后尽量把我们的左脚整个平放在地面。好，然后再来我们的小手臂放到地面上，把身体给往下，尽量把我们的左边左侧的骨盆别往地上靠近。当你越往地上靠近的时候，你就会越能够感觉右侧大腿后边的拉伸。好，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一次的把手给往前延伸，把你整个身体交给地面。当你的左边骨盆越往地上靠近的时候，那拉伸的感觉会越强烈哦。好，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慢慢的身体带起来，带起来之后我们把身体撑上来，然后把后脚小腿往后勾，左手往后去抓住我们的后脚，然后看看我们把小腿脚趾头靠近我们的屁股，压向我们的屁股，在这边拉伸一下我们左腿前侧的筋。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回来。好，再来我们要换另外一只脚的拉伸，所以我们先用后脚踩地，然后把身体给带回来，就变回下犬。一次换左脚往前，然后左脚膝盖碰左手肘，碰到之后往前平放，整条腿往前平放，然后后脚往后延伸打平。打平之后，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腿部，让我们的右腿更多的部位能够整个贴在地面上。好，调整好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小手臂放在地面上，把身体给往下盖，然后尽量把我们右边的骨盆往地上，往地面靠近。当你越往地面靠近的时候，你左边大腿的拉伸会更强烈。就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次的把我们的手给往前延伸，让你整个身体交给地面，持续的提醒自己，我们的右边的骨盆要持续的往地上靠近，往地上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身体慢慢的带回来，把身体给撑起来，然后右脚小腿把它往后勾，然后用右手去抓住我们右脚小腿，把它压下来靠近我们的屁股，在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很好。再次的放开，解开。再来，我们把我们左脚放回后方，变回下犬式。来，变回下犬式之后，我们再次的把我们的右脚给往后踢，然后往前放到两手中间，持续的把右脚给往下跟往后延伸，然后把我们两只手放在我们的右脚内侧，然后我们的小手臂再次的往地上放，你就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后腿的前侧肌肉的拉伸跟前腿的后侧肌肉的拉伸，尽量把我们骨盆给往下压，屁股再往下往地上靠近，后腿持续的打直，前脚持续的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然后这一次换成用左手撑住地面，然后我们的左脚膝盖点地，让用右手推我们的右脚的膝盖，然后把它推开来，然后身体整个朝向看我们的右后方天花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来，我们要再次的缩回来，再次变回下犬，这一次换左脚，左脚往后踢，换成左脚再往前踩到两手中间，然后后脚我们持续的往后往下推，然后把骨盆给往下，把两只手放到我们的左大腿内侧，然后小手臂平放在地面上，后脚持续的要打直，前脚持续的往下踩，然后骨盆持续往下，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右手撑地，然后右脚膝盖点地，整个脚往地上停放，然后用左手去推我们左边膝盖，把它推开来，然后看向我们的左后方天花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前脚，看看有没有办法持续的往前延伸，慢慢的往前延伸到你可以的距离为止，把我们前脚脚球往后勾，然后后边的脚持续的踩地，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停留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把骨盆再往地上靠近，在这边做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可以的人再持续的把前脚给往前放，然后后脚可以的人就把它整个放到地面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我们脚慢慢的缩回来哦，慢慢的后边的脚膝盖着地之后，然后慢慢的把前脚给缩回来，缩回来之后，我们换成另外一只脚往前，换成右脚往前。所以我们右脚先往前踩，往前踩之后可以再往前一点，然后脚球往后勾，然后把我们后边的脚给
撑地上，然后前面的脚脚球往后勾，看看我们的后面的脚有没有办法往后，然后前面的脚再往前，到你可以的，到你可以的位置就好了。千万不要想着一定要立刻练成一字马，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然后慢慢的拉筋才有办法练成一字马。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先在这边慢慢的拉筋，然后随着我们每天持续的练习，总有一天一定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加油。然后我们现在先把我们前面的脚看到有没有办法再往前延伸，后脚有没有办法再往后，然后把我们的骨盆靠近地面，然后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如果可以的人就直接把后边的脚整个平放在地面上，前脚也是，然后这边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把身体给撑起来，然后慢慢的把脚给放回来。这样就完成我们今天的腿部拉伸练习了，大家都做得很好哦。因为今天有带到一字马，那其实一字马的练习，没有办法说这是 一天两天就可以练成的，看个人的就是筋的程度，然后有些人可能会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所以呢大家慢慢来，持续的每天来做腿部的拉伸，最后一天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很高兴大家能够抽空然后来跟我一起做运动，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欢迎帮我按赞并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